7月7日，女神熊黛林及一众模特儿在澳门名店街出席护肤品牌新店开幕剪彩礼。我第一间亚洲嘅专门店咧，正式同大家见面啦。All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今天熊黛林的真空亮相可谓是惊艳全场。只见她身穿白色露肩开胸连衣裙，向众人款款走来，高挑而丰腴的身段，诱惑又迷人的香肩，还有那雪腻香酥、令人神往的事业线，更是进入眼帘。此番风景，谁都不情愿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熊黛林如此真空示人，难道就不怕老公心生醋意吗？我今天有特别跟她申请过，以后才这样穿的。结了婚以后要保守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去工作的时候都很少穿得这么性感。其实生活中的熊黛林对老公疼爱有加，她表示男人也需要护肤保养，而自己平时不单只是帮老公买护肤品，丁笑言在行动上也会为老公做护肤服务。她的护肤品全都是我帮她去买的去选的，然后除了护肤品以后，平时很多护肤的事情都是我在帮他做，比如说像做面膜啊、挤痘痘啊，那些都是我在帮他做。熊黛林造人一事备受媒体关注，她透露近期一直忙于电影的拍摄以及飞往各地做宣传等工作，而老公也比较忙，所以对造人计划有一定的影响。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吧，因为经常会飞来飞去嘛，然后他也很忙这样子，那顺其自然。